高臣此刻很想质问韩寿民，为什么要让一个刚刚遭遇了家庭大变故的单纯女孩去干刺杀汉奸这么高度危险的事。但他知道他什么也不能对韩寿民说。吕寒芝是我的未婚妻，我警告你不许再靠近她，不许骚扰她。如果你再骚扰她的话，别怪我不客气。这个样子我很担心，你看今天晚上你能不能？你放心吧，今天晚上我就留在寒园，哪儿都不去了。哎呀，太好了，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看这么大的房子，就我们母女两个，囡囡现在又这个样子，拜托你了。行，那您早点休息。晚安。还在担心吕小姐吗？是啊，第一次出任务就看到这样的情况，我非常担心她能不能继续执行任务。那又怎么办？对付姓高的，我们手里没有别的牌可打了。好在那个姓高的还挺在意吕小姐的。这算不算他下一步执行任务的有利之处？算是吧。进来。诸位，您找我呀？啊，高科长，你现在还在外面租房
房租一定不便宜吧？哎呀，你说到我心里去了，太贵了。我看工资的一半，全交了房租了。嗯，哎，你现在跟吕小姐的关系怎么样啊？高晨知道，绝对不能在林灿荣面前流露出对吕寒之哪怕丝毫的关心。哎呀，主任，你就别提那个吕小姐了。一个大小姐，这脾气太可怕了，骄横霸道。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非要嫁给我，弄得我很被动啊。不过吕小姐，人确实挺漂亮的。你要是还喜欢她，可以继续来往吧。哎呀，我还是躲她远点。不会是有新欢了吧？别说。是这样啊，李七松生前资不抵债，韩元啊让银行给收回去了。银行呢基于收回这笔贷款，我觉得价格合适，我就把它给谈下来了。你也知道我以前跟吕七松的关系，这事要是传出去，难免会有人说三道四的。所以我要是搬过去吧，哎，我在想啊，所里那么多科长，就你一个人在外面是租房子的。要不这样，你搬到韩园去，帮我去打理打理。哟，谢谢主任啊，这么一来又不用付房租，又能够住上那么好的房子，谢谢主任。哎，只是。我之前也跟这个吕家的关系你也知道，我要住进去的话别人会说三道四的。你就说是调查所让你住到哪儿去的吧。好，我明白，谢谢主任。来，坐。来，哎，这儿。师傅，给你钱。木马，我们进去吧。哦。
真的呀？那卫生间在哪里啊？我可是每天都要洗澡的。妈，厕所在楼下，我们五户人家14口人用一个厕所，所以早上你要早点起来去，知道吗？要不然要排队的。那浴室呢？没有浴室，只能在屋子里搓澡了。你要是实在想洗澡的话，三条街以外有一个公共澡堂。 囡囡，我们还是走吧，我不要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晚上会做噩梦的。妈，商贸公司我是不会回去了，现在这点钱还是借的，我们只能省着点用了，就只能租这样的房子了。哎呦，哎呦！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怎么住到这么个破地方来？要是让我以前社交圈的那些姐妹们知道，她们要笑话死我了。我没脸见人了。你先别哭了，你再忍一忍，我马上就出去找工作。等我找了工作，挣了钱，我们就换好一点的房子，好不好？王囡囡。 要么，你还是去找高晨帮帮忙吧，他差点就成为我们吕家的女婿了。他不会不管我们的。他不是刚刚才借给你很多钱吗？利息你刚才已经付过，本金就当是赔你的花瓶钱，你和我两清了。妈，不要再给我提这个人了，他就是个流氓。 韩元都安顿好了吗？人员可靠吗？放心吧，门房是宋江人，这人非常朴实。那就好。吕家母女一直没有消息，我担心他们碰到什么麻烦。组织上会派人继续寻找他们母女。毕竟吕先生是为了抗日而牺牲的，我们不会让烈士的家属流离失所的。吕寒之一直是在蜜罐里长大的。 遇到这么多的变化，再居无定所，实在让人放心不下。妈，是这样子弄的吗？我从来也不知道的呀。怎么这么大烟啊？哎呦，吕太太、吕小姐，这照片间可是我们吴家合用的，现在被你们搞得乌烟瘴气的，这人都快呛死了，你让我们怎么做饭呀？对不起啊。 我们以前也没有生过火，不好意思，你可不可以教我一下这个怎么生火呀？是啊是啊，教你们。哎，凭什么呀？我女儿还饿着肚子呢，我没空。哎呀，哎呀，囡囡，算了算了，这烟太大了，我们出去吧。来来来，快呛的呛死了。来来来，快点。哎呀，哎呀，哎呀，啊，囡囡。 反正我们能不能也生不着，干脆我们就买点吃饭刚吃好了。妈，我们老这么在外面买东西吃，下个月要饿肚子了。可是妈从早晨起来到现在，一点东西都没有吃过呀。哎呀，妈，妈饿得头晕的嘞。哎呦，我头晕，囡囡。 哎呀妈，头晕！啊，老板，我要一个吃饭糕。老板，我再要一个。 你还好意思问？我告诉你，我们人穷可志不穷，你们狗汉奸的东西我们不吃。走。
清楚，你说谁是汉奸呢？我好心好意，我自己都舍不得，我买给你女儿吃，你凭什么这么说我？穿旗袍、高跟鞋，穿给谁看呢？喝咖啡、吃下午茶，你们的钱都是臭的。狗汉奸，滚出我们弄床去！你说什么呢你？哎呀，妹妹，妹妹，让他们吵，你吵不过他们的。你进去，进去。妈，进去吧。睡不着，那你来守门吧，我去睡。不要不要，外面这么黑，我一个人也不敢守在门口啊。那你又不睡，又不让我睡，那你要干嘛呢？回去了，怎么好意思再找人家借钱？你做得好好的，怎么就不做了呢？你别问了，反正我不会再回去。太太，您找谁？哦，我找经理。我就是经理，请问你有什么事情？经理啊，
是吕寒芝的妈。吕寒芝？他怎么了？最近没来上班？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你知道吗？我们家寒芝他病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回来上班。病了？啊？什么病啊？严不严重？哎呦，当然是严重啊！我跟你讲啊，医生都让他住院了，可是你也知道的，现在住医院多贵啊。所以，我今天过来是想问问经理，看能不能先预支一点薪水给我们家寒芝。那这样的话，我可以陪他去医院看病了呀。你放心，经理，等他病好了，我让他把钱都还给你，好吗？可以。你需要多少钱？